向太公开质问为何三年前拒绝向佐。郭碧婷回答后，向佐脸色大变，提到如今热播的综艺节目，相信大家都会想到向佐和郭碧婷参加的《我家小两口》。而在说到向佐和郭碧婷时，相信很多人刚开始对两个人的恋情也是非常诧异，他们也是因为一档综艺而结缘。向佐当时带着妈妈向太一起参加了节目，而向太看到郭碧婷后，就对郭碧婷赞不绝口，一心想要让她当儿媳。而节目结束后，向佐竟成功将郭碧婷追到手。不过之后向佐却透露自己早在三年前就曾追求过郭碧婷，但是却被她拒绝了。而后在节目中，向太也曾公开质问郭碧婷为何要在三年前拒绝向佐。